情况是这样啊，现在我已经收工了，他们可能来了要给我个惊喜。我为啥知道呢？因为他们让我提前换上了衣服。我已经猜到了，我现在我一会儿录一下他们的反应。你看，这有人在我屋啊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说你们来了，开始没告诉我，到我一过去，松哥让我把衣服换上。我一看这衣服，我说这衣服换上，这是有事儿啊，这是肯定是要露出是不是？哎呀，换衣服的时候知道了。但毕竟今天一整天白天都不知道，还是非常的激动。希望明年一切平安顺遂，事情顺。哎，接下来就碰壁了，巧克力壁。请问把一块蛋糕切成八份需要几道？有点太难，来吧金姐。算了，我自己吃，太大了，我自己吃好吧。今天我最胖。切刀真不容易，来吧宋文老师，给你一个加倍来。我估计后面太多，哎，我叫啥呀？投不要？谢谢他们。好，光盘。YYDS 生日的第一天就开始发胖，哎，不对，哎，27岁了，没有泪水。感恩我的粉丝，感恩一切，感恩地球。觉得生日都快过完了，这靠左却有一个灯，我们明年也要像这个灯一样闪耀。